这样太小声了，人家不想出来。情歌天后谁？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，人家要来这唱歌，我们这样没有热情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南部最热情的乡亲就在鹿竹，对吗？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向慧琳。谢谢我们全台湾最热情最温暖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鹿竹，对不对？所以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让我感受一下好不好？谢谢，带来第一首歌曲轻快的歌，安静爱你，需要你们双手牵着手一起打拍子好吗？比较好谢谢现场的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再给向慧琳一个热烈的掌声，谢谢谢谢子阳对哦，真的今天好天气很好，虽然我刚刚从台北下来呢披了一件很大的外套，但是来到我们陆地，来到我们全台湾最热的情的地方，然后呢我就把外套给脱掉了。哇哦，对，也是诚意十足啦。不是因为真的天气很好，对，你看我们一讲那个阳光就出来了，对，嘿呀。而且哦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向慧琳呢，她本身也是南部人，对吧？对，你们知道我是哪里人吗？就伫咱陆地的隔壁。隔壁吗？
哦，都位都位都位，工商，搁较搁较往，哈？恁远是往南呢，搁搁较往北一点嘛？安定对吗？安定哇！你看，直接连我住在哪一区都讲出来了。但不要忍住，不要等下号那个门牌号码都报出来了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是来到我们一年一度呢，我们的露竹番茄节，没错，哎呦，就欢喜的啦。对，度假哈，哎，我临刚好，我被卡扎罗哎，跟大家一起去体验那个采番茄的乐趣，采番茄啊，对，还有市集，对呀、啊，真的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哎，这应该不是你等一下要讲的题目吧？什么题目？我们的露竹四宝。哦，我觉得大底哈，咱露竹的朋友真正做很好哎，而且呢，你看呢，在呢吃的上面呢，大家呢都可以吃得很营养，因为我们的露竹四宝是哪四宝？你们知道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是你的题目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呢，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向慧玲进来来到现场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他互动一下？对吗？我们等一下来一个有奖征答，大家好不好？但你要先讲礼物是什么？礼物是什么？那我争取奖励是什么？我争取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要争取什么？我帮大家争取一下。争取跟你合照吗？等一下，我们有奖征答、啊欸，有答对的呢。我们向慧玲本人站在这里，站在这里合照、哦、好不好？鼓掌、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没有吸引力啊？这样子有。想跟我合照的朋友举手，好不好？举手。我觉得这样不够、啊，想跟向慧玲本人合照，掌声加尖叫。不然有人形立牌吗？当然是本人啊！今天来到现场的，哎、欸。有很多朋友的可能吼，平常时拢伫电视看到阮啊，啊，行到倒位拢爱问一句，你知我要问啥无？嘿，你唔呐知影我要问啥，连答案都讲出来，连正确答案都讲出来，恁讲啥较大声好不好？来，我来，大声一点。较水，啥较水？我呐较水。好，有比咱落掉番茄较水无？我是觉得哈，我们露竹的番茄呢，真的是呢，汁多味美哈。对，没错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说呢，而且番茄的那个营养价值很高。嗯。所以我才说呢，我很羡慕住在露竹的朋友。而且充满了维生素 C 啊，有美白的效果。对对对，是是是。好啊，那这样事不宜迟，我们是不是就是直接来有奖征答了呢？好啊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呢，等一下，我觉得。慧玲本自己点好了啦，因为我刚刚呢在台上，大家已经看我看腻了，然后我怎么点呢都点不到，哦，差点就是那样子，有人就很生气，噗噗就走。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他要问什么题目哦，真的哦。所以哈、哦，我等一下会用很公平的那个态度呢来选呢，真的答对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大家要动一下脑筋哦，动一下脑筋，很简单，还是题目很简单，题目很简单，很简单哦。通常呢。在这个后面大概都看得到了啊，答案就在影片啊，不是影片，都在后面的看板，好不好？哦、对，好哦。那我们呢，等一下请那个向慧玲来帮我们看一下，谁举手举最快。那我问完问题之后，我一样数一二三，好不好？嗯，三字一落。不好意思哦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以前是职业军人呐、啊，三字一落，对吗？好，选到你的，选到你的，才讲答案，才讲答案哦。有可能你边仔人也唔知答案，啊，你若啊未紧着，你先讲出来，边仔人就知影。好，对啊，所以一起卖讲。然后呢，数到三的时候举手，然后我来选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请问一下第一题哈，今年的活动名称。好，等一下。哦，我都还没数。不要说哈，好来，今年的活动名称哈，活动名称哦，来，我数到三哦哈，那个有颜色的字哦哈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我数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拍谁？独角兽？你看一看，我真的觉得哈，站在台上会有选择困难，真的会有选择障碍。我会突然觉得大家拢是港西中家庭。对啊，哦，没关系，我来喊好了，好来，好不好？三，多像我来哪一位？这位先生，欢乐派对，欢乐派对，没错，恭喜是吗？啊，答对了，好来，掌声，让我们。邀请他上来。欸，我刚才喊一声，大家有吓到吗？听到三才能举手哦，一二都不行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得到这个跟
我们重点是你，哎、欸啊，要用哪一？要用？哦，真的、哦，你是卖什么？干妈咪卖迄个金桔柠檬，卖有饮料啊，有粽子，嘿啊。伫后边遮吼。哎、欸，刘，你的黄启珍，哎、欸、嘿嘿。我先吹一下，等下大家吼会使吼，尽量来掌声鼓励一下，高关节旁顶节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好，这样子呢，等一下应该会很多我们今天在地的小农啊，我们都会要赶快争取这个机会上来呢，还可以宣传一下自己的产品。好，然后我们恭喜，谢谢，哇、哦，真好羡慕哦，我等一下可以留一个名额给我吗？好，接下来哈，第二个问题。我们要、欸啊、重点是伊那无去顾单，你再来加。哎呀、啊，那安内啦，为了你啦，为了你。啊，我的魅力有这么大？他说你太漂亮了啦、啊。是这样子。对，谢谢。哈，站在这么漂亮的人旁边，害我好紧张哦，一直抖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。那我们问一下了，这一次我们番茄节的主办单位是谁？等一下哦，啊，还是你数吗？数到三哦。好。刚刚是这一边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开放这一边。等一下，中间的朋友也会有机会。我们把范围缩小，缩小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啊。对，没机会。因为我们眼睛也没办法打开啦，对啊，没办法这样看。对，所以我们先这样。我就专心看这一区，先顾这一区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哦，主办单位哦，哈，三二一，来，戴眼镜的那位美女。对，是你。鹿竹区公所，恭喜你！ Yeah! 来，我们邀请你到我们台上来，跟我们的向慧玲合照。你看这样是不是把范围缩小？对，范围缩小，大家就更有机会。原来还有这一招。我当然是中啊，中的朋友哈。下次呢，我也会，要不然我一直觉得我眼睛没办法这样子分开。好。好，来，我们看镜头，口罩拿下来。我们先看这一台大台，来，我们看前面的工作人员哈。这个机会呢，真的非常的难得，能够跟向慧玲啊来合影哦，而且单独，好、哦，这个是子阳帮大家争取的。刚好我在后面跟他瞧好久，不过呢，其实呢，他也是一口就答应了。他说我们今天哈、哦、难得回来我们南部，一定要给我们乡亲最好，对不对？他一定爱呀、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三题，我们是哪一个区域？中间。中间。好，这个方向。中间的朋友。好，这个方向。嘿，来，这个题目是，请问一下，台上这一位是谁？太困难了吧！太难了吧！好，来，我们刚看，这简直就是送分题。送分题，那、啊、今天我们回馈乡亲，我来问一题好了。好，你问一题。这个真的太困难了。我来问一题哈，来，我直接公布答案，我叫向慧玲，然后你可以说出任何一首我唱过的歌，会唱一句更好，好不好？喜欢呗，来给你们五秒钟想一下、哦。来，这个区的，一二三，来，穿绿色的这一位，来，大哥，来，你忙唱对别人的歌哦，哎呦，很尴尬哦。你要唱还是你要讲歌名拢会使？那个自作多情。好，自作哎、欸，有啦。我的歌单，我等一下最后一首唱这首歌。真被他猜到了。一句来。心里的今夜，等无你，疼惜阮，一直想要骂。你爱我，有我情。哇，太棒了！掌声送给这个大哥，来，我们邀请。真的会唱哎，真的会很厉害。我说一句啦，他准备了两句。对，他准备两句。我们如果没有阻止他，可能要唱完的。好，来，大哥，我们邀请你。谢。好，大哥、啊，有备而来。在合照的时候，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那个黄定华，我那个 H 的歌词，忠实歌友啊，你嘛是同款啦，你两个都平起平。我是你的偶像，吓，好，啊是你是我的偶像。跟 H 田都是怪我是要哦，你跟 H 田大哥啦。我现在听懂了，我刚才一直想说他讲 H 田是谁 ？H 田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多一个。林松珠跟林星啊。哎，我一直在想讲，我多一个歌车，伊的名是 H 开头 ，H 田，原来是叶启田。
刚努力给你按赞分享啊。你好，哇，我真的太荣幸了，可以跟叶大哥一起这样。我跟他们结婚，就是两个人现在变成。伫咧八十九年六月七时去找伊，啊，2020年12月12号去高雄连山大饭店盖食。重点是你是倒位人？我阿仁人。哦，阿仁来。我嘛去阿仁找你啊，去妈祖庙遐。啊，你唔通甲恁家的门牌号码甲大家讲。以我刚刚好哥讲了，真的他会把他家的门牌号码都讲出来。来来来，合照一张。真的是忠实粉丝哦，然后不要忘记了，如果真的我们非常喜欢向慧玲的，一定要赶快 follow 他的那个粉丝专页，好不好？你不能看到。哇，真的是铁粉来着。好，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子阳刚刚呢有稍微呢帮大家了解一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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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是要去菜市啊找你，啊，你送阮一挂葱啊吼，啊个番茄哈，番茄爱送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太热情了。好，不能走哦，嘿，要继续听歌。对，不能跑没。太热情了啦，哦，很可爱呢。好，那不然我们再最后出两题好了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一次上来，你觉得嘞？什么？一次上来遇到两个人上来啊！你刚刚那个四宝还没有问到，所以我们啊，对呀、啊，一次四个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这个加码再加码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一题是我问的，我知道答案哦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。来，左边的朋友，我们每一区挑一个啦，好不好？哎、啊，不是两四宝啊，四宝有四个啊。哦，真的，所以你在开放四个名额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就一起合照，好，这样好不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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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？大家一起上来，所以哈。前面被讲过的，你就要想，就要讲另外三个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先被讲走的就不能再重复了哦，入竹四宝哦，哈。好，那、欸啊、我们先看哪一区？这一区好了，照顾一下这边的。好，好，这一区、哦、后面的朋友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哈，入竹四宝，大声喊出来哦，好来，一、二点五、二点九、三。很难选，我觉得他们不是比举手的速度，他们是先喊，你知道吗？啊哦、然后手才举起来。来来来，那个抱小孩的这位姐姐，还或是你们一起的嘛？好，旁边的。好，那看你们两位是谁要讲？番茄。番茄，太好了，对，没错，其中一个是番茄。那我们邀请先到我们舞台边稍候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还有三个机会哦，哈。好。干嘛比啦？嘿，干嘛比？小心哦，小心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换这一区的好不好？来，入竹四宝哦，哈，除了番茄以外，还有哪三种？三。比大声啊！对啊，哎、欸，你们手要先起来，不是声音先出来。来，除了番茄以外，还有什么？鸡蛋，没错，恭喜答对。那我们也邀请你到舞台旁边。哎呀，可以用功能行去，功能行哦，哈。那我们要不要照顾一下后面的朋友？好好好，后面的朋友知道我们在玩什么游戏？知道吗？我们入竹四宝已经被抢走两宝了，番茄跟鸡蛋哦，还有另外两样哈。三二一，来，那位先生，哎，对对，就是你，黑色衣服的大哥，起立起立，对，黑色，哎，哪一个？啊？花椰菜，没错，花椰菜。恭喜恭喜！好，来，我们邀请你来，请到台上，来到请到台上来。好，还有一样，还有一个方向你选。好，来，我这样是广角都看得到。好好好，那我们推后一点。入竹四宝，除了我们的番茄，还有最后一样花椰菜，最后一样哦。不好意思。袂举手就先把答案讲出来啊！弟弟，弟弟你太可爱了！弟弟，来来来，你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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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苏波伊啊，黑狼啊，哎，苏波伊狼，苏波伊狼哦，弟弟来，弟弟太可爱了，来阿姨这里，来姐姐这里，哎，自己讲出来，来姐姐这边，来来来，你刚刚说入竹四宝，你说的是哪一样？丝木鱼答对吗？他刚刚在台下说丝木鱼，他就上来说丝木鱼。可是看到姐姐害羞。丝木鱼郎啊，姐姐漂亮吗？丝木鱼。那我等你好不好？我等你转达。好了，恭喜以上，那我们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跟香慧玲一起合照。
哇哦，那我们一起，那我们要一起看前面。这样高度会不会悬殊太多？好，还是我把它抱起来？不要了，还是我们要蹲着？好，来，我来帮你拿一下。OK， 好。忘了问他几公斤。对，没关系，应该可以。可以拿好，好，来。然后我们一起看前面啊，把握这一次呢，跟湘惠妮合照。哇，好羡慕哦。好，这个可能回去爸爸今天就不帮他洗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被湘惠妮抱过，人家是不洗手，这个回去可能不洗澡这样子。好啊，真的好可爱哦。不想下来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说他大概这辈子不洗澡了。要抱着你唱歌吗？他知道我手会手。对，好，来小心呢、哦、哈。那我可以唱歌吗？他会唱啊。我可以唱啊。你养唱哈。我白唱会使无？哦，好了，谢谢呢，慧玲今天跟我们、哦、太开心了，对互动，好可爱哦。而且呢，听说你还有一个，除了行走 CD 的已经形容不了你了，是行走的录音室。好，下次有机会唱。刚刚呢，是送大家合照一张，我自己另外还有带来小礼物要送大家。真的假的？这个你刚刚没有跟我讲。对，但是我们就不用有奖征答，因为这样太慢了。太慢了，我直接下去送给你们好不好？好，掌声加尖叫。但是大家答应我，好，注意安全。在位置上，好不好？不要挤，好不好？不要挤，不要抢，安全第一，好不好？如果、啊、你们挤成一团，我就要上来了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带来这一首歌曲呢？因为我们陆族的朋友呢，真的呢，吃我们的番茄呢，都很幸福，所以我要带来这首歌叶子《幸福的滋味》，送给幸福的每一位朋友，谢谢。掌声送给湘惠妮，带来这首《幸福的滋味》。来，出发要有个方向，尖叫声哪边比较大声？中间在后面的朋友，右手边的朋友，左边的朋友，都准备要多少钱？还是中间的、啊、哈？来，小心，在位置上就好了，谢谢。有你点心的公司过。还有海报，等一下给后面的朋友。
哇，这个画面很感动，大家为了拿我的礼物哈，但是呢，大家这么，这么想要这份礼物的那个心情，要跟疼惜我们楼顶那的番茄一样哈，那个爱护心情爱赶快好不好？要支持我们鹿竹的番茄，我们的农产品，我们的鹿竹四宝，好不好？来，后面的朋友，接下来呢，来，我站起来好啊，我给您看无挂。哈，每一个人要捧场两包，说得好，哈，我们自己的农产品，我们要自己啊，甲顾好，好唔好？咱一定要支持，好唔好？好，啊，继续呢，要搁听歌无？要搁听无？我想讲，你若讲无啊，我就要休困。要搁听无？刚好呢，慧玲前阵子呢有推出新专辑，然后呢这首主打歌呢很轻快，是一首恰恰舞曲。来，有拿到小礼物的朋友看一下，看一下扇子上面写什么，歌名叫做什么？他大声好不好？这首歌叫什么名？好，你们很伟大，我们鹿竹番茄节也很伟大，要听这首歌吗？好，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摇摆哦，好不好？带来这首《爱情真伟大》，谢谢。嘿，来啊，现场的朋友，100分的热情，跟着我一起哎，会跳恰恰的朋友一起啊。爱情几多？
动无？有兴奋无？哇，我做错你！但是呢，看到大家开心，我也就开心，我也就很活泼。你们可以接受吗？我再唱十首好不好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时间有限，不是我不爱唱，我也很想陪大家久一点。但是呢，没关系，搁一条好唔好？哈。要耽误大家去迄落买咱农产品的时间吼，搁听一条歌，好唔好？啊，要听啥物歌啊？啊，你们这，哎，咱在地朋友对不对？咱落地的朋友真的是吼，因为食咱的番茄的时候足巧的，拢知影我后来后边要唱啥物歌，真的很聪明哎，会唱吗？会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最后一首歌了，一定要大声。一定要热情，一定要激动，好不好？带来这首《祝周都轻松》给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谢谢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场所有的老板老板娘，你们好，大家记得等一下呢，帮顶几个高官几个，好不好？把我们陆祖最棒的农产品全部带回家，好不好？有吗？谢谢。手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啊！
太棒棒了，后面的朋友。有，哎，对对对，一起来一起。我们再次掌声献给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的陆竹区公所，感谢区长、所有的长官的用心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共度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，掌声鼓励好吗？番茄姐，好不好？全场的朋友一起来，我爱陆竹番茄姐，谢谢你们！哇，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向慧玲的精彩的演出。哎，我们请留步，因为我们呢，刚刚有慧玲也提到嘛，陆竹区公所，那我们是不是辛苦的陆竹区的同仁来有这个机会跟慧玲一起合个照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我们请往舞台下移动。舞台上吗？我们要这样拍啊、哦！我们要跟着的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拍照，你们都可以入镜，好不好？所以，来来来，一起。谢谢区长，谢谢区长，主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那我们现在邀请的是向慧玲，跟我们所有在场的，来，我们请左右两边的区公所的同仁，我们一起进来，我们来跟向慧玲来一起合照，同时间也特别要感谢我们陆竹区区公所的薛茂竹区长哈，他办来这个活动，让大家更认识陆竹。来，我们区公所的同仁一起请进。来来来，一起哈，哇，好多人，真的谢谢有区公所的同仁哦，今天的节目呢。这个整个活动的办着才会这么的精彩，真的大家的用心，准备好了吗？后面的朋友，你们都可以入镜哦，来一起入镜哦，要微笑哦，哈。哎，那个大哥可以喊个数到三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笑，好不好？好，不，我们在当时被笑了，不然我来好了啦。来啊，准备好了，来来，准备，三二一。好，来再一张，我们的陆竹番茄有滴吧？哦，有吗？好，有哈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都有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好，我们现在邀请区长还有区公所的同仁，我们上舞台。